天下午3:48左右啊，那本队接获第四巡防区指挥部啊转台中渔业电台通报，那位于在彰化县王光外海啊，大概13海里处啊，啊有一艘渔船起火燃烧，请求前往救援。那本队获报后啊，立即啊派遣啊线上100吨6吨巡防艇啊，火速的赶抵现场，了解状况以及实施救援。同时，第四巡防区也申请空侦机从清泉岗起飞，一同赶往救援。当巡防艇抵达王宫外事故海域的时候，发现该船为高雄级 CT4 6号渔船，船上火势猛烈持续燃烧中船上有含船长在内共2名台籍船员，均以为附近一艘红船救起，至其船上，其中一人状况稳定，另一名李姓船员生命迹象微弱，便由本艇及红船人员持续实施 CPR 急救，随后由前来救援的空勤直升机将伤者吊挂至机上，便降落于无期同综合医院急救。